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这里是传递快乐音符的天堂，这里是散发流行气息的长廊。音乐不断，好歌连连，欢迎走进你的心情，我的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子琳，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很高兴子琳在空中和您再一次相会。唐代大诗人李白沿用乐府古题创作了一首诗《将进酒》，至今人们依然在传颂着，甚至还被谱成歌曲来吟唱。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熟悉的诗句是李白在同题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首。我们都知道李白以诗仙著称，整首诗正是表达诗人豪饮高歌，借酒消愁，抒发了忧愤的人生感慨。诗中交织着失望和自信，悲愤与抗争的情怀，体现出强烈的豪纵、狂放的个性。歌手李玉刚、胡夏首次合作演绎了一曲国风新曲《将进酒》，两人以洒脱悠扬的歌声重新诠释诗仙李白的经典诗篇。他们冲破历史的时空桎梏，抒发豪放不羁的豁达情怀，两人初次搭档就碰撞出惊艳的音乐火花，十分的震撼，默契十足。两种别具特色的声音交错重叠，相辅相成，收获了出人意料的精彩效果，时而细腻饱满，时而清澈明朗，在平仄的韵律里演绎出了诗词歌赋的无穷魅力。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歌手李玉刚、胡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将进酒》。直吹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自丹丘上，将进酒
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可曾想过未来的你有什么目标？未知的，心灵的，有憧憬就有执着，但在不顾一切追求时，也别忽略了沿途的风光明媚。也许有一天站在人生最高处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就像当初那样一无所有。小旭音乐作曲，独立沉默体会忧愁，早已看透那些是与非，美好年华随着指尖悄悄流走。也许人生走到尽头，回过头来一看，才明白原来人都在三界中一次次的兜兜转转，轮回转世，又为何计较那人世间的是是非非，谁对谁错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云之气为我们带来的《执迷》。无数不如
继续回来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一首来自林夕作词、中岛美雪作曲、为王菲量身打造的《人间》。王菲曾经为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演唱过这首歌曲，作为电影插曲以及宣传曲目，治愈又温暖。不过今天子琳将要送出的是另一个特别温暖的版本，歌手常石磊实力演绎王菲的《人间》。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到笑容，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常石磊为我们带来的《人间》。
无路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我不忍心再起哄，但愿你听得懂。著名作家马伯庸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长安十二时辰》，被改编成同名古装悬疑剧集《长安十二时辰》来热播，热播后受到大量的好评。它主要讲述了上元节前夕，长安城陷入危机，长安死囚张小敬临危受命，与年少名士李泌携手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的故事。治愈系唱著歌手孟慧圆为古装悬疑剧集《长安十二时辰》创作了主题推广曲《捉弄》，孟慧圆洒脱大气地表达，把主人公张小敬和李泌为拯救大唐百姓所遭受的种种危机，以及深爱脚下土地的动人情怀呈现给人们。孟慧圆在歌曲中婉约和私人化的表达，为《长安十二时辰》增加了女性化视觉看长安的这独特的一面。他把音乐完美地融入剧情，同时也把这座城凶闹繁华、暗流涌动呈现在听众的眼前。孟慧圆极具故事的声音融入古风韵律中，配合磅礴大气的音乐，情感由浅入深逐渐丰富，故事慢慢铺陈展开，情感层层递进。他用歌声把听众瞬间带回到了与家国情怀紧密相依的繁华长安。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那日万水千山，不惧生死人不舍，今日岁月静好，与君重逢却别过，此情奈何。所谓隔山海，山海不可平，所谓山海不过是宿命，一树落花便一眼万年是宿命，一朝重逢却一世别离也是宿命。一首来自刘一红作词，丁听作曲，张磊为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演唱的插曲《一厢情愿的不舍》。这首歌曲歌词深切，曲调婉转，配上张磊带着沧桑感的深沉的嗓音和抒情腔，把男主角沈心怡对女主角周颖的柔情以及两人的爱情纠葛诠释得淋漓尽致。一厢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此情奈何，太多繁花谢了难舍。一厢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想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此情奈何，太多繁华谢了难舍。一厢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此情奈何，潇潇烟波寻他落，点点星辰梦里蛾，脸上沉吟羞涩，一蓑烟雨向清澈，怀念中带着不舍，将泪沉吟侧半间，翻过曲终罢了，四野萧瑟，你和我奈何。
手，一厢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此情奈何，潇潇烟波寻他落，点点星辰。星辰梦里蛾，脸上沉吟羞涩，一蓑烟雨向清澈，幻念中带着不舍，将泪沉吟侧畔间翻过曲终罢了，四野萧瑟，你和我曲终罢了。你和我曲终罢了，四野萧瑟，你和我。中国古往今来素有四大美女一说，曾有诗句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形容的就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仅仅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个词，就能够含蓄地描述出四大美人的倾国倾城之容颜，同时还包含着各具特色的小故事。传闻貂蝉午夜拜月，月宫的嫦娥见貂蝉如此之美，自愧不如，只好急忙躲进云层里。貂蝉是我国民间传说的人物，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家的义女，她国色天香，有倾国倾城之美貌。当时奸臣董卓在朝为官，董卓祸乱朝纲，残忍暴力，滥杀无辜，百姓深受其害，而群臣皆岌岌自危，再加上养子吕布在旁左右，他更是目中无人，只手遮天，为非作歹。貂蝉见东汉王朝被董卓所操纵，在月下焚香祷告上天，愿为祖人担忧。恰巧王允见到了，为了拯救汉朝，于是王允定下连环美人计，离间董卓和养子吕布的关系。王允先把貂蝉暗地地许配给吕布，再明着把貂蝉献给了董卓做妾。貂蝉嫁给董卓之后，周旋于父子二人之间。有一天，吕布趁着董卓上朝时，到董卓的府里探望貂蝉。貂蝉假意对吕布哭诉着被董卓霸占之苦，吕布愤怒，正巧被董卓回府撞见，一怒之下抢过吕布的方天画戟，刺向吕布。吕布飞身逃走，从此两人互相猜忌。在王允的说服下，吕布铲除了董卓，从而留下了一个千古传说。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子琳为您分享一首由江南作词、向东作曲、哈辉演唱的《闭月貂蝉》。一个奇女子，不费一兵一卒，可抵百万雄兵，留下故事让人千古评说。请你出
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很高兴能与您一起度过这短暂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你的心情，我的歌》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子琳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相会，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